对称破开，开条，开丝。好，接下去每一片对分开。好，全部分好之后，把头层新皮挑出来，把二层的这一头用刀把它拍碎，把这挑出来的头层新皮包裹在外面一圈，再把不锈钢圈套进去。好，这样套好之后，再把它对冲分开，再把这个事先削好的竹针向这个中心扎下去，方向摆好，不要扎偏。然后把这个头子尖头砍掉，再把这里对破开。好，这样对破开之后，把它扎这样一个反针扎进去，这样永远也掉不出来，使劲的往里扎。好，可以，再把这里锯掉。好，再把这个并在一起，把这个头砍砍齐。好，再把屁股后面打个眼子串挂绳。好，在这里用锉刀锉下，因为有毛边的。好，再接下去这里穿根挂绳，然后这两头用火把它烤一下，对接上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把它对接，等它冷却之后，把挤出来多余的把它剪掉。好，这样刷过之后可以挂起来，也可以放在灶台上了。